本节目由男孩故事香辣鸡腿赞助播出，男孩故事吃了再讲。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Boy News， 我是韩宇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豪。今天的节目由我们俩主持，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度过这十几分钟短暂而又美好的时光。首先请收看简讯。你妈今天的特别报道栏目要从一封神秘来信说起。 Boy Story 的六名成员都不约而同地收到了这封神秘的来信。收到这封信之后，成员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大大的惊喜，随后更是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。快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场的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！您现在收看的是万众期待的《Jump Up》年度风云盛典。首先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下的六位嘉宾，对他们就是能歌善舞的少年团 Boy Story。我是主持人琪琪，那么今天跟我搭档的是高大威猛、玉树临风、可甜可咸的贺总，谢谢李大爷。这台词怎么有点耳熟啊？降谷二虎年的风云盛典大奖只有公平没有内定，每一个奖项都反映了全民评审团的真情实感。那么今天的诸多大奖到底能够花落谁手呢？观众朋友请锁定 Boy News 的特别报道。好，那么今天把我们的舞台交给颁奖嘉宾于校长，有请于校长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江浦 UP 年度风云盛典给我这次机会，很荣幸颁发今天的第一个大奖。我们看到台下的六位嘉宾现在都非常的激动和紧张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大奖叫做
2018江浦 UP 风云人物颁奖盛典百变发型大奖，获奖者是舒漾，恭喜舒漾。迄今为止 Boy Story 已经公开了三支单曲，舒漾不仅在每一首 MV 中尝试了多种发型，还在众多的演出现场呈现出更多变的造型，给观众撩出一次次的意外惊喜和视觉冲击，充分体现出舒漾对百变发型的超强驾驭能力，更让她毫无争议地成为男孩故事洗发水的指定代言人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请舒漾上台领奖。恭喜舒漾获得了江浦 UP 年度风云盛典第一个大奖，百变发型大奖。谢谢于校长，谢谢观众朋友，谢谢江浦 UP 年度风云盛典对我的鼓励，谢谢所有给我投票的朋友，我会更加努力的洗发护发，给大家更多惊喜。这是你的奖品，期待你的新发型。谢谢谢谢。请问舒漾是不是乘坐我们特意安排的敞篷座驾来到现场的呢？敞篷座驾真的很拉风，不过我担心风太大会吹乱我的发型，所以我是走过来的。观众朋友们，下面我们有请颁奖嘉宾贾总，我们把舞台交给贾总。大家好，很高兴来到这个金碧辉煌的现场，和众多朋友一起见证江浦 UP 年度风云盛典获奖选手的产生。我们赶紧来揭晓今天的第二个大奖，2018江浦 UP 风云人物颁奖盛典最佳锡纸男孩大奖，大家快来猜一猜是谁？恭喜子豪 ，Boy Story 成员子豪，别名李男模，江湖上人送外号李大爷，不但是学霸，还是组合中舞蹈和说唱担当。他那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，迷倒粉丝无数。在江浦 UP MV 中，大胆前卫的另类锡纸造型，给人目瞪口呆却又毫无违和感的深刻印象，把 Z 时代潮流时尚又不失个性的本质表露无遗，获得全民评审团的一致青睐。好，有请我们的子豪上台领奖。恭喜我们的子豪获得最佳锡纸男孩大奖，恭喜 ！Thank you everyone。这是你的奖品，高档锡纸一卷，希望你能用它再创辉煌。Just quit。感谢子豪，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《江浦 UP 年度风云盛典》颁奖现场，有请颁奖嘉宾狗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狗狗。每年呢，都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江浦 UP 年度风云盛典的直播。今天呢，作为一个颁奖嘉宾站在这里，心情非常的激动。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奖项会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江浦 UP 风云人物颁奖盛典最佳带货奖。泽宇 ，Boy Story 成员泽宇凭借奶酷的外形创造了江 Pop MV 中的蓄奶名场面，一举拿下男孩故事酸奶的代言，广告一经问世，男孩故事酸奶便被抢购一空，消费者纷纷在官方平台留言，强烈要求追加生产。大家已经把拥有一盒男孩故事酸奶当作身份的象征，潮流的化身。让我们欢迎当之无愧的带货王泽宇上台领奖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你的奖杯，谢谢。这是你的奖品，是一瓶牛奶。再来一杯可以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
我会努力拍出更好的 MV 和广告给大家。接下来有请琪琪为我们揭晓下一个奖项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酱火 UP 年度风云盛典的现场，我是琪琪，现在为大家揭晓的奖项是2018酱火 UP 风云人物颁奖盛典最忙碌大奖的得主是新龙。粉丝们亲切地称呼新龙为小恐龙，因为他天生的亲和力和暖男风度。其实他高超的舞蹈功底和编舞才能更是被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在 Jump Up MV 中，热心的他不但跟百变发型达人舒漾演绎了理发馆剃头亲兄弟组合，还跟小甜豆泽宇当众干杯续奶，用自己的高度敬业精神为观众奉献出一幕幕难忘的场景。所以说组委会特别颁发最忙碌大奖给新龙以资鼓励，有请新龙。恭喜你获得酱火 UP 风云盛典最忙碌大奖，给你奖杯，谢谢。我特别感谢这个盛典给我这个机会和支持，还有谢谢舒漾和泽宇呢，在 Jump Up 当中呢给我完美的合作，特别感谢。好，这是你的奖品，谢谢。灯泡一个。我在生活中呢也想像这个灯泡一样，点亮自己，照亮别人。那么观众朋友，下面有请颁奖嘉宾大佬小样样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小样样在这里向全国的朋友问好。下面我来揭晓 Jump Up 年度风云盛典最特别的一个大奖 Jump Rider 大奖的获得者是明锐。喜爱明锐的人都会亲切地喊他狗狗，这位翩翩少年本人比他的昵称还要可爱。超级热爱小动物的他拥有卖起萌来让人无法拒绝的眼神，尤其是他出众的运动天赋，不但学习舞蹈动作最快，还在 Boy Story MV 中不约而同地扮演了小骑手的角色。 Jump Rider 大奖非他莫属，有请明锐。恭喜你今天获奖，谢谢。这是你的奖品，一个美丽的车铃。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这是这个车铃提醒我安全行驶，我打算骑回四川去吃辣子。好，下一个颁奖嘉宾是小恐龙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很高兴有机会来到 Jump Up 年度风云盛典的现场，下面要为大家揭晓的奖项是 Jump Higher 大奖，猜猜是什么意思呢？2018 Jump Up 风云人物颁奖盛典 Jump Higher 大奖获奖者是韩宇。他是团队中的哥哥，他是照顾弟弟们的暖男，他是带领大家练习舞蹈的队长，他是舞台上一团热情洋溢的七彩焰火，他是生活中一缕沁人心脾的徐徐清风。地面太无聊，他就向着桌子跳；桌子太无聊，他就向着篮筐跳。他仿佛是在鞋底安装了那强烈的弹簧，为了更好地诠释 Jump Up 的歌词，他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自己高超的弹跳功底。他就是 Jump Up 年度风云盛典 Jump Higher 大奖得主韩宇，有请韩宇上台领奖。恭喜韩宇哥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感谢各种 TV， 感谢各个大 V， 感谢观众朋友，感谢支持我们的热心粉丝们，
感谢公司对我们的培养，感谢家人对我们的爱，感谢公司里师哥师姐们的支持，感谢朋友和同学们的关心，感谢我们的经纪人、制片人，感谢我们的作曲家、作词家、编曲、演奏、录音、缩混、摄影、平面设计、宣传团队，感谢现场的导演、策划、导播、服装、化妆、造型、灯光、摄像、剪辑、特效、花字，感谢我们的网络推广、商务合作和所有提到或者没有提到的工作人员。没有你们的辛勤付出，就没有 Boy Story 今天的成绩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。太感人了，这是我们江湖 UP 年度风云盛典给你准备的奖品。谢谢，我们一定会飞得更高的。观众朋友对 Jump Up 风云盛典的报道是不是还满意呢？希望下一届盛典能够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参加。好，下面是广告时间，广告也精彩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其实呢，第一次听说要拍杂志这个广告，我是拒绝的，因为你不能让我拍，我就马上去拍。第一，我要试吃一下，因为我不愿意拍完再加一些特技上去。炸鸡，端一下，端一下，端一下，很酥，很脆，这样出来观众一定会骂我，根本没有这样的炸鸡，证明那个是假的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也经过证实，男孩故事香辣鸡腿确实是良心制作。我大概吃了一个月左右，感觉还不错。不光我自己吃，我还叫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吃，来来，一起吃。后来我在拍的时候跟导演老师说，一定不要加任何特技，因为我要让观众知道我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你们吃的时候也会是这个样子。这才是家乡的味道。男孩故事，吃了再讲。男孩故事，香辣鸡腿。Boy News， 欢迎回来，我是韩宇，我是子豪。下面是观众来信环节，快来看看哪些幸运观众的问题被 Boy Story 抽中了。下面来回答 GD 欧巴的问题，就想问成员们会讲韩语吗？会。 ID 是丸子还是放在火锅里比较好吃？请问放的是清汤还是什么？对吧？他问我可以向小姐姐们撒个娇吗？其实撒娇我是真不擅长，然后试一下吧。看到我的眼睛里有爱心呐。0311号放映室粉丝的问题，他问的是想知道每次旅行出远门一定会带的东西是什么。一定会带的是我的小恐龙，就是书包上面那个挂脸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带书包。下面来回答二问 WinWin 提出的问题。家宝，我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，对于你长得帅、性格温柔、有大哥风范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并不简单，并不简单。对于你长得美、性格温柔、善良可爱这件事你怎么看？下面我要回答高赛文的77粉丝的问题。舒阳，快告诉姐姐你平时是怎么护发的。我就是先用洗头膏，再用护发素，然后最后自己再吹干，然后一天会洗一次头。对了，我用的是男孩故事洗发水。我先来回答想养一只狗和一只猫这位粉丝的问题。狗狗最喜欢的母咪有什么原因吗？每天睡觉都会抱着吗？因为母咪这个娃娃是我妈妈送给我的，所以我特别的珍惜，有时候会抱着睡觉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本期 Boy News 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Boy Story 的支持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